也是会比较安定、啊、基本上顶尖的选手在场上几乎每一个比分的阶段他们都有也是会比较安定、啊、基本上顶尖的选手在场上几乎每一个比分的阶段他们都有也是会比较安定、啊、基本上顶尖的选手在场上几乎每一个比分的阶段他们都有